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2021年4月4号西雅图正道堂粤语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安静来到准备我们的心，来到敬拜我们的神。圣会中，上主今在他的圣会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门。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至五节嗰度咁样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愿神祝福佢嘅话语。我哋跟住系诗歌嗰个敬拜嘅时间，阿 Lorraine 姊妹带领我哋一切用诗歌嚟赞美我哋嘅神。弟兄姊妹早晨，欢迎大家嚟到今天敬拜嘅当中。今日系复活嘅主日，让我哋一齐欢喜快乐嘅嚟敬拜我哋嘅神，唱诗歌他是神。他是神，他是神，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他是神，万实当跪拜，万口当承认，基督耶稣是神。他是神，他是神，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他是神，万实当跪拜，万口当承认，基督耶稣是神。感谢我哋嘅主耶稣为我哋嘅罪嘅缘故钉在十字架上，让我哋用一个感恩嘅心唱呢首诗歌《十字架》。靠十架，再未有生命水，宝血有十架流下，白白赐人世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世情结，唯靠耶稣保暖。我待到主十架前，蒙救主的爱怜，他赐我圣灵亮光，照亮我的心田。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世情结，唯靠耶稣保暖。靠主洗我以十架，思念昔日情景。常在
十架比任下，紧紧跟住前行。十字架，十字架，永赐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世情义，唯靠耶稣保全。惊声当后十架前，盼望信心加增。直到走完世路程，天家永向安稳。十字架，十字架，永赐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世情义，唯靠耶稣保低头，一齐同心嘅祷告。慈爱嘅天父，天地万有嘅主宰，我哋颂赞你嘅名，感谢你嘅恩典。愿主嘅灵喺我哋当中引导我哋嘅敬拜。愿又真又活嘅神喺真理里面悦纳我哋嘅祷告、感恩同埋赞美。父神啊，我哋感谢你差派你嘅独生爱子为我哋从死里复活。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了我们所有的不义，洁净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复活的主啊，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你的复活比我们能够得称为义，你的复活比我们有盼望。就算生命里面遇到患难困苦，但是我们已经有主耶稣的应许，俾我哋心里面都有神所赐嘅平安，俾我哋都能够倚靠复活嘅主，
欢欢喜喜嘅嚟到盼望神嘅荣耀。求父神俾我哋都有一个重生嘅新嘅生命，求你更新我哋，俾我哋都有属神儿女嘅样式，等我哋无论系所讲嘅或者所做嘅，都能够荣耀到主你。父神啊，我哋为呢个世界祷告，求父神嘅怜悯，帮助每一个国家政府都能够尽快嘅将呢个疫苗分配出去，俾更多嘅人都打到针，嚟到继续减轻呢个病毒嘅传播。喺世界各地，特别系美国，因为呢个病毒而引起嘅反对亚裔嘅暴力，求父神嘅爱嚟到消解人心中嘅苦毒、偏见同埋仇恨，亦都保守亚裔，尤其是啲长者嘅平安。求父神都继续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无论生活上有需要或者系身体上有软弱嘅，都祈求父神嘅看顾同埋恩待。我哋将今朝早上嘅崇拜恭敬嘅交喺你嘅手中，我哋嘅奉献求你洁净悦纳同埋使用喺你嘅事工上面。求你亦都帮助杨牧师将你嘅话语同我哋讲解，俾我哋都清楚明白你嘅教导。愿你嘅名喺我哋当中得到荣耀，你与我哋同在。我哋一起用主祷文嚟结束我哋嘅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现在我们有国语小诗班的黄以扬弟兄来到献诗。爱与我心
接触，让我看到主爱的面目，以温柔的心在前面引路，这样啊不会迷途。主的爱与我心接触，给人救赎是永远长路，常带我决心归向主。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这是救主走过的路途。多少的罪恶，多少的不服，主宁愿为你我而背负。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我要与主同走这道路。释放我束缚，承担我痛苦，他是我最亲爱的救主。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这是救主走过的路途。多少的罪恶，多少的不服，主宁愿为你背负。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我要主同走这道路。释放我束缚，承担我痛苦，他是我最亲爱的救主，是我最亲爱的救主。
להכיר ישוע שנצלה בטן לחפשותים. הוא אינם קודם, שעריך מתחייה כפי שאמר. בוא נא, עורנה את המקום ששכב בו. לך נא מהר, והגד נא לתלמידיו. וכאן תמתי, הנה הוא הולך לפניכם לגליל. שם תראו אותו. הנה הבת.今日信息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至10节。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阿那，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读经完毕，我们请姚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经过黑夜的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今朝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带来更大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看见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真是要俯伏在祂面前，让我们低头祈祷。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你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的救赎恩典已经完成。当我们纪念祂的复活的时候，知道祂带来是新的生命的恩惠，以致我们每一个信的人可以在祂面前去将一切荣耀尊贵归给祂。愿你带领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上一个主日，我特别
在中樹節到受難節的期間，將主發生在這個聖週裡面的事情跟各位講解。如果大家記得我講了這五個的主題，關於尊崇是主耶穌進入聖殿、進入耶路撒冷的機會，信心講到無花果樹，提醒我們禱告在主的面前，我們專心的禱告必定要得著。繼續，主耶穌在聖殿裏面俾我哋睇到一個寡婦嘅兩個小錢嘅奉獻，提醒咗我哋奉獻嘅全心全意。跟住瑪利亞用香膏抹主，俾我哋記得對主耶穌基督嘅愛全然嘅擺上。跟住就係好似落到去最低點，主耶穌基督為我哋受苦，叫我哋完全倚靠佢，因为佢经历过一切嘅苦难。当我哋继续去思想跟住落嚟发生嘅事，礼拜五我哋记得主耶稣经历过好唔公平嘅审判，之后又被钉埋葬，发生喺礼拜五嘅事情，我哋就叫做受难节嘅日子。在受难节里面提醒了我们一些什么呢？路加福音第23章23至26节里面，圣经里面说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我们记得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都如果大家记得上个主日主日学的时候，俗话跟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去解释了最后这一段的经历，怎样主耶稣被捉去到审问，到钉死，到埋葬，为我们受苦一切的经历，当然提醒了我们一些什么呢？第26节路加福音23章跟着记载着，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管理内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找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如果大家记得发生的事，主耶稣被无理的审问之后，最终比拉多胜不过群众的声音，交给他们钉，出去钉十字架。当时的刑罚，钉十字架的人要背着他的十字架去到行刑的地方。主耶稣经过了整晚的这样，这么可以说最极度痛苦，不单止被审问、被鞭打、被羞辱，我相信在肉体上他的确真的已经没法子能够可以说做任何的事。当时的兵丁需要行刑，所以只有随便捉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叫他帮耶稣孭这个十字架去到各各他的山上。于是这个的西门就背着十字架跟随了耶稣。很简单，我只是将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生命里面的提醒，一个背十架的经历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哪个呢？圣经后面没有很多的记载，不过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的端倪。在安提柯的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俾我哋睇到呢一个称呼为尼结的西面，好多嘅研究呢一位嘅西面就是当日喺主耶稣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佢冇法子背起
这个西面就帮他背起十字架的人。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是西门，其实也都是一样，在翻译里面就是一般相信就是这一位的西面。很明显的，本来一个从乡下出来的人，但是在兵丁的威逼之下，他没法子，他背起了耶稣的十字架。当然如果他当时知道主耶稣所要成就的事，我相信他会感觉到真是在当时背十字架那一种的荣耀，我相信真是没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背主的十字架。几大的荣耀能够背主的十字架。这个提醒了我们今天生命里面背十架的意义。我们可能都是本来寂寂无名的人，我们在芸芸众生当中只是很普通或者甚至很卑微，但是当我们肯为主去背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是几大的荣耀。不过要搞清楚，今日我们背的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没有资格这样做。主耶稣的十字架是在十字架在这个的救赎的恩典当中去带给我们这个最大的恩典，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我们各人有从主交给我们的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今日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所要背起行走主道路的意义。你背的十字架是不是觉得很重啊？有些时候，定是你觉得你的十字架是很轻省的？方莫金泉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妇人，她的工作很简单，很普通，很低下，她的生活也都比较很艰苦，她每日每日这样过。当她发梦当中讲到她觉得她背住的十字架太沉重了，行在路上她觉得很重，于是她向主呼求能不能够将她换另外一个十字架。结果声音对她说，你可以，你在路上遇到见到什么你觉得你喜欢，你就将它换了你的十字架。结果行了没几远，见了一个黄金的十字架。哇，他觉得这个十字架又不是那么大，黄金的。哇，他很开心。于是将他背着的十字架换上这个黄金的十字架。但是行了没几耐，他觉得黄金太沉重了。虽然是很名贵，但是太重了。他又开始向主呼求。冇几耐之后，主亦都俾佢换咗一个轻啲嘅，一个鲜花做嘅十字架。佢谂下呢一个充满住芬芳，唉，咁漂亮嘅鲜花。但系佢行咗冇几耐，鲜花嘅茎上面嘅刺吉喺佢背脊上，佢觉得更加难过。于是佢又想求主去换十字架。冇几耐之后，佢换咗一个珍珠嘅十字架。但是珍珠带给他只有耀眼的光芒，却是不能够帮他减轻他背上的重担。他仍然心里面在那里呼求。没几耐之后，在路边他见到一个很普通的十字架。于是他觉得说，可能这个啱我了。于是将珍珠的十字架换上这个很普通的十字架。越行佢觉得，诶，这个唔错，这个好舒服。佢再睇清楚，就系佢本来最早嘅时候放低嘅十字架。求主帮助我哋生命里面，你背咗一个乜嘢十字架呢？你知道，主亦都知道，你将佢交俾我哋嘅神，生命里面嘅十字架纵然或者是平凡、普通，甚至沉重，但是是最适合你要行走的。
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同他一起行，我相信主亦都愿意同你一起行这一条道路。路加福音第九章，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会很记得这一节的圣经，主耶稣这样的提醒，跟从主，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着他。主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的被钉，我相信我们每年都去纪念他，他的受难。但是在这个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我们去年，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特别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七句说话，请弟兄姊妹来分享。今天我不会再重复，不过我提一提其中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两个的犯人。路加福音第23章39至43节里面，大家记得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提醒，两个犯人当中有一个讥笑他，啊，你是基督，不如救下自己同埋救埋我哋啦。另外一个就责备佢话，你睇下第40节，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哦？我们是应当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佢自己知道自己犯罪要承受结果，但是在主耶稣的面前，他知道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在这个时候，42节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就是说了，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跟着主耶稣给他几宝贵的应许，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最后一生命的一刻，他愿意求主耶稣纪念，其实的意思即是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帮我吧。主耶稣的应许，你看下，今日你要与我就是乐园里面。于是在虽然在神学上有一些争论，到底这个乐园是指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到底我们一倚靠主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在乐园里面一直等到主的再来呢？虽然很多圣经里面都有这样记载过，如果大家记得这个乐园到底是不是去天堂之前的地方呢？这些争论在神学里面有不少的讲法，但是我只能够告诉你们听，如果我们从主耶稣一起的时候，已经是在永恒的里面，乐园是不是等待主再来，主几时来，这些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进入乐园里面同主已经是永恒。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在他身上。你看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永生已经开始。你说那时候在乐园呢，还是等着主再来呢？其实如果在乐园里面，既然没有时间的意义，已经是永恒的话，已经是与主一起，永远是一起的了。我们还担心些什么呢？跟着礼拜五、礼拜六，当然发生的事，福音书很详细的记载，主耶稣在被钉死之后，你看下阿里马太的约瑟，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怕犹太人，后来就求耶稣的身体。于是还有尼哥底母，大家记得39节里面讲的尼哥底母，从在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去夜晚黑找耶稣的尼哥底母，结果他们就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将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
加上香料裹好，於是去到一個新的墳墓。嗱，我呢啲我唔再好詳細嘅同大家去講述啦，因為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呢一段。佢哋就將耶穌放喺一個墳墓嘅裏邊。呢一個禮拜五到禮拜六，禮拜五下晝到晚黑，然之後因為喺逾越節之前佢哋要做完嚇，嗰陣時已經進入逾越節嘅啦，已經放咗喺耶穌裏邊。跟住禮拜六發生啲乜嘢事呢？好多人都有好多嘅疑問啊！到底禮拜六呢一個墳墓裏邊發生乜嘢事呢？雖然好多人都喺度諗緊，禮拜五到禮拜日之間發生咗一啲乜嘢事？主耶穌嘅身體禮拜五入咗去墳墓之後，係咪已經開始變化呢？定喺禮拜六開始成日咁長，到底耶穌嘅身體幾時改變呢？或者話幾時復活呢？好多嘅爭論到底中間係主耶穌做咗啲乜嘢事，或者佢嘅身體係點樣？這個嘅疑惑，有啲人試下用這個嘅解釋，陰間同埋喺亞伯拉罕嘅懷裏就好似係樂園咁樣啦嘅分別。如果大家記得路加福音第16章19至26節裏面講到一個財主同埋一個乞衣拉撒路嘅故事，大家會記得財主死咗，然之後去到陰間受苦，而呢一個拉撒路卻係去到亞伯拉罕嘅懷裏面享受嗰一種嘅平安福樂。於是呢一個嘅財主就呼喊：能唔能夠揾啲水嚟俾我？大家記得呢一段嘅經歷，我哋唔特別再詳細講。於是有人覺得主耶穌會唔會落咗去陰間，特別喺陰間裏面去？有啲人話喺陰間傳福音，我哋都好難去解釋主耶穌係咪喺禮拜六嘅時間去到陰間向佢嚟之前嘅人仲未有機會接受救恩嘅人傳福音呢？等等，我哋唔知道點解會講到陰間呢？如果大家記得，我哋每個禮拜喺主日聖餐嘅時候讀嘅《使徒信經》，如果大家會記得其中一句，耶穌被釘喺十字架受死，然之後跟住講話埋葬，降在陰間，這個成為眾教會嘅信念。所以我哋唔再爭論啦，因為好難，因為聖經又冇記載。使徒信經係將所有嘅信仰綜合，又唔能夠代表完全代表咗聖經，所以降在陰間成為好多人一個嘅揣測。於是我最後只有將佢稱為一個嘅疑惑。我哋因為信仰裏面的確有一啲我哋冇法子解決嘅。既然羅馬書第14章話信心軟弱嘅要接納，不要辯論所疑惑嘅事，所以我只能夠同弟兄姊妹講話，我哋無謂去辯論到底主耶穌係咪喺禮拜六嘅時候落到去陰間傳福音俾嗰一啲人。我只能夠繼續去睇下喺過咗呢一個休克嘅受難嘅背後，到禮拜日嘅時候，我哋開始稱為主日。你知道今日點解叫做主日？我哋稱為話主復活嘅日子，所以每個星期日或者禮拜日其實我哋稱為主日嘅話，就係紀念主嘅復活嘅日子。呢一段經文我哋剛才讀咗，我唔再詳細讀啦。路加福音24章1至到10節裏面講到七日嘅第一日開始，呢啲婦女跟住嚟到彼得約翰等等，剛才我哋讀咗，我哋記得呢一段紀念主復活嘅故事，其實俾我哋好清楚嘅肯定主嘅復活。上個禮拜我同大家睇咗腓立比書第2章第6至到第8節。
今日我哋继续睇完第九节开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得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复活的真实，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很多人的见证，很多人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他虽然死在十字架，但是神将他复活并且升为至高，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整个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信的主没有复活，就好像保罗比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即是做好人，如果信耶稣只是做好人，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的意思即是说，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成为献给神最好的。其实的意义即是说，今日我们跟随他、相信他的人，一样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可以领受这个献在神的面前，好像果子一样。因为初熟的果子是开始，跟住后面的果子就是我们因着信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果子。你愿意信这位这么真实的神吗？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后面记载到这个玛利亚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有都读过。七日的头一日清早，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坟墓，他没有预期石头已经滚开了。当然我相信其他福音书大家都记得，他还在想着怎样可以推开块石头，但是他见到石头已经打开，于是他回来找彼得和那个爱的门徒，当然就是约翰啦。有人从坟墓里将主挪去，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结果他玛利亚在外面一路等，他看着天使。你看这一段的记载，我相信很特别的一段的记载。其实这段记载里面其他福音已经补充，彼得和约翰已经后来已经来看了，看了之后他们找不到尸体，他们已经离开了。但是玛利亚却是在这个坟墓那里，他不肯走。结果我看见这一段圣经很美的一段记载，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为什么哭啊？于是玛利亚说，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是他不知道是耶稣。主耶稣站在他面前，很明显的他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他也都大概都未有这样的信心。于是耶稣问他，第十五节，你为什么哭？你找哪个？玛利亚以为是看完的，咁黑咪蒙下，喺神光即系稀微嘅时候，玛利亚睇唔到，于是只有问先生，系咪你将佢搬咗去？如果系，话俾我听，我好去取佢，去攞翻翻嚟。喺呢个时候，第十六节好美嘅记载，耶稣话玛利亚，主耶稣只有讲一声，叫佢个名玛利亚。玛利亚转个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即系夫子。这一段的经历给我看到什么呢？为什么彼得和约翰都走了去，但是玛利亚却是坚持他留在那里呢？信仰上面的坚持是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不再详细解释这个故事，但是我相信玛利亚那一种单纯的心，让他坚持他自己在这里去寻找主耶稣。当然他没有，从来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他是所有人类里面第一个体验复活的主的妇女。有时想想，真的妇女真的有福，很多的福气主耶稣都带给他们。全世界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复活的主，他是第一个见到复活的主。我们相信，因为他对信仰
的坚持執着。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活喺呢一个咁多变嘅世界里面，对信仰嘅坚持同執着，成唔成为可以成为你生命嘅一个嘅方向啦？我仍然要去提呢一个见证。我嘅外婆喺生命里面好多年前，因为对信仰嘅執着，我仲仍然好记得，好细个嘅时候，佢始终唔肯食爸爸拜过菩萨嗰啲。我哋覺得係好豐盛嘅食物，佢從來唔肯食，只有寧願用白開水嚟撈飯。呢一種嘅執著，話俾你聽，就係造成我哋全家人信主一個好大嘅恩典。我哋永遠都記得，其實真係我哋嘅兄弟姊妹幾時去講到我哋嘅見證，我哋都會提我哋嘅外婆對信仰嘅坚持同埋執着，让我哋全家信主，仲有两位原全职侍奉神嘅人。你愿唔愿喺一个咁变幻或者咁令我哋混乱嘅世代里面執着你嘅信仰？喺一个标准好迷失嘅世代当中，你会唔会仍然坚持圣经里面嘅教导？我哋相信我哋嘅主好似呢一个抹大拉玛利亚一样，只有喺度等待。虽然佢未必一定好明白，就系佢等候追寻，能唔能够成为你生命一个嘅坚持？好似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话：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相信呢一个坚持，成为我哋今日信主嘅人一个好大嘅提醒。周围好多嘅变幻，或者好多人有唔同嘅价值、道德，好多唔同嘅标准，你能唔能够坚持喺主嘅里面，喺基督就有份。所以今日好简单一个嘅信息，提醒咗我哋呢几样嘢。上个礼拜我哋从中树节讲到受难节，从最高睇到主耶稣去到最低嘅痛苦，但系今日我哋从受难节去到复活节呢个嘅经历，让我哋见到主耶稣生命嘅历程从最低，亦都回复到最高嘅机会。背十字架，我哋睇见主耶稣嘅受死，提咗我哋要背十架。同钉嘅两个犯人，一个要灭亡啦，一个却系可以从主喺乐园嘅里边。虽然坟墓里面礼拜六的秘密我们没法子解开，虽然有疑惑，但是我们能够真的相信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的荣耀。而玛利亚见到复活的主，却是他对信仰的坚持和执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记得在这个复活的日子，真是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怎样的努力。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你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提醒我们怎样看见你的荣耀的当中，主啊，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坚持和执着。愿神真是赐福给我们，因为知道你的复活的真实，我们就确实的相信。主啊，真是俾我哋相信你嘅复活系带俾我哋永生，就系而家就开始。我哋愿意用感恩嘅心接受复活嘅主，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恭喜各位复活节快乐！喺呢一个复活节嘅日子，我哋将一切荣耀归俾神，我哋感恩，因为佢为我哋死而复活，亦都带俾我哋复活嘅生命。喺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嘅日子，亦都系同时喺每个月嘅第一个主日，我哋要纪念主受难嘅功劳，带俾我哋嘅恩典。所以我哋今日亦都特别举行圣餐嘅崇拜，请弟兄姊妹准备圣餐嘅物件，我哋一齐领受呢一个嘅恩典。我们先在神的面前先低头，我们有认罪的时间。
同心祈祷。全能的神，我主耶稣基督的父，你是创造万物并且是审判万人的主，我们很多时候心思意念都有过犯得罪你，现在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所犯的罪，这些罪好像重担一样，我们担不起。求最慈悲的主怜悯我们，因着圣子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赐恩典给我们，叫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努力的改过，并且遵照你的意思来服侍你，将一切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藉着耶稣基督的名而求。圣经里面主耶稣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应许，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亦都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的复活更加带给我们恩典的新的生命。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到，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专心地仰望他。我们要承认我们对主的所信，请一同站立，我们同众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坐。愿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大家准备我们的圣餐。我们为到圣餐饼和杯祈祷。全能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将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救赎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成就了全人类的完全赎罪祭，并且设立这个圣礼，藉着福音书吩咐我们时时奉行，纪念他为我们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日子。求主听我们的祈祷，叫我们遵从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思念他为我们受难来领受饼和杯，就是领受基督的圣体和宝血。主耶稣在被卖那一个晚上，拿起饼来祝谢，擘开分给门徒说，你们拿着来吃，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杯，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洗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求主听我们的祈祷，用圣言并降圣灵，将你赐给我们的饼和杯分别为圣，叫我们遵从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领受饼和杯，就是领受你的圣体和宝血，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义求的。阿们。我们将饼分给我们的家人，
愿我主耶稣基督为你写的圣体保存你们的身体灵魂直到永生。你们拿着这个饼来吃，纪念基督为你受死，应该用信心领受，心里面感谢。我们一起领受。想将杯分给家人，愿我主耶稣基督为你流的宝血保存你们的身体灵魂直到永生。你们拎着这个杯来饮，纪念基督为你流血，亦都应该用信心领受，心里面感谢。我一起领受。同心祈祷。我们诚心感谢主，因为主将圣子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赐给我们领受圣餐的人，为了顾惜保养我们的灵魂，叫我们知道主喜悦我们，爱惜我们，认识我们，即是圣教会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又使我们依靠圣子为我们受难致死的功劳，将来得进上帝永远的国。求主施恩扶助我们，叫我们永远在自己的教会当中遵行主要我们应做的善事，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永世无尽。阿门。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起立，我们颂赞三位一体的真神。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万赞美主人，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低头领受祝福。愿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和你们的意念，叫你们懂得敬爱神和神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赐之福常在你们当中，从今一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感谢主，我们復活主日的聖餐崇拜就到這裡結束，我們真的 很大的感恩，主耶穌為我們從死裡面復活，帶給我們新的生命，讓我們生命裡面充滿著盼望，我們願意我們都能夠執著堅持在信仰裡面，那個意義在這個世代當中，作主的門徒。我們將時間交給主席。今天有几个要跟各位报告的事项。第一，我们在4月11号开始这个主女一家亲一个新的7个星期的系列。主题呢就叫做回归救赎主。个方式呢就跟去年一样，几间教会透过这个直播来到一起联合主日崇拜。另外呢仲有在线上分享讨论的聚会，请大家留意参加。I think it's really too easy for us to stay in our own lanes, as it were, to be in our own environments, our own neighborhoods, and be safe there, and just be okay. I grew up with the narrative that racial injustice was something that was solved in the 1960s with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re's still a lot of
racial injustice in our society. We are all saddened these days, okay, because of the racial conflicts and racial injusti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because we have seen it. We have seen it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e have seen it within the same culture, within the same family, our own family.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and we don't always agree with each other. Kindred has brought us out of our neighborhoods and brought us off of our streets and brought us off of our little groups and put us together where God has intended us to be, shed our denominations and the comfort zones that we're in, and allowed us to see one another as God sees us, as, you know,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 small but important way to just engage with people who don't look like me, to broaden my circle, broaden my perspective, try in incredibly small ways to actually try to find and some reconciliation and try to heal and make this world just a little bit more just. We are all children of God. Kindred put all of us who are different together in the same room, allowed us to kind of get a feeling of the same family. And Kindred also allowed me to know that we are all from the same Holy Spirit. One of the cool things about Kindred is it's an opportunity for our churches to worship as one church. We will be sharing in music together, sharing in worship, sharing in the message, and really being able to worship together as one church. Kindred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listen to different pastors preaching, expound the passages in different ways, because different church and different culture, we have different kind of ways of worship. There's also Kindred small groups,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mall group are from all three churches, and it's a really great way to get to know people from the other churches, as well as all study the same scripture and the same stuff together.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back together as a small group. We'll be talking about our Redeemer and understanding what a Redeemer i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rice has been paid, so now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We need to learn what that means and as far as us getting back together. I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we come back together and in person, maybe even at Pentecost when we have that. That will be a fantastic time, because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we're gonna do it up big. And we'll do it as one big, giant, God-like family. I personally invite members of Damascus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to join me and those who are already a part of Kindred to come and be a part of us and of the we, that we will learn from one another. I really encourag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Kindred 2021. Join a small group, tune in on Sundays, join us for Pentecost. I think that Kindre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things that the church does, particularly as a way to get to know someone outside your normal circle and really try to be the kingdom of God together. This is truly 主里一家亲. This is the love we can feel within the family of God. And so come join us. 主里一家亲是神给正道堂的一个特别恩典， 让我们这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可以更好地成长为一间有使命的教会， 特别是在今天， 我们面对疫情、种族、政治等等挑战， 我们渴望在今年的系列当中 听见上帝向我们讲话。 欢迎大家参加2021年 主里一家亲系列 回归救赎主。 At Evangelical Chinese Church, Kindred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our ministry. At University Presbyterian Church, Kindred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our ministry. At Damascus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Kindred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our ministry. So join us this year for Kindred 2021. So join us this year for Kindred 2021. Return to the Redeemer. Our world continues to be in chaos and confusion.
Social, political, and racial divisions continue to plague our country and divide us as the body of Christ. But we are committed as Kindred to help bring healing to these broken places. Part of that healing happens when we call it out. As Kindred, one of the sins we name is racism. And we stand against racism.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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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 anti-black racism, we stand with Damascus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and all our African-American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anti-Asian racism, we stand with Evangelical Chinese Church and all of our Asian American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are angry, shocked, and ashamed. ECC Kindred family,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stand with you in solidarity against the recent acts of violence that have been perpetrated against your community. We will not be complicit and look the other way. Your lives matter to us, and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We are Juli Yi Cha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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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Your Kindred. Kindred. 教会由今日起至到4月17号接受新执事的提名，候选人就要是正道堂的会员，可以问 Grace 拿那个提名的表格。弟兄姊妹，如果需要四月份每日读经表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杨牧师来到联络。第二季的主日学会在4月11号开始，我们会分开两班，第一班呢就继续查考以西结书，老师呢就是中年姊妹 Frankie 弟兄同埋思素弟兄。另外一班呢就是慕道同埋真理嘅扎根，老师呢就是宝衣 Rachel 姊妹同埋 Lorraine 姊妹。想参加呢一班嘅弟兄姊妹请同阿 Rachel 姊妹联络。我哋一阵11点钟继续我哋喺线上嘅主日学，请大家记得参加。我们的崇拜到这里结束，求神祝福和保守各位，我们默祷之后就可以散会。